哇，这个鸡真的巨香，它里面肚子里有特别特别多的料。先戴上手套，淋上香油。这个味道有一点点像电饭煲蒸鸡，哇，这个鸡好嫩啊，但超级超级入味。看一下它肚子里有什么料。它里面有很多鸟蛋跟那个粉丝在里面，这个虾腌的不够时间，不是特别入味。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个？这个是雪蛤，我不敢吃太多，所以我只点了一小份。嗯，有点腥哦。哇，比虾腥多了。我还是吃生腌虾吧。嗯，哇，这个粉丝好吃哎！啊，这个咬肌里面的那个酱汁不会太咸。哇，这里面的粉丝真的超好吃。这个鸡虽然很小，但是真的超级入味。
剩下几个雪蛤我不敢吃了，好腥啊，可能剩下这个没有处理干净，腌的还不够时间。无骨鸡爪剩下慢慢啃。那我视频今天就拍到这里啦，拜拜。